手示意一下，咁等大家咧知道可以望向边个方向。同时间咧亦都预告定啦，喺呢张大合照过后咧，咁就可以随即开始我哋嘅比赛环节。咁所以咧，仲未登记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去到今日会场嘅后方登记区嗰度咧登记。而未報名亦都想參加的朋友呢，今天亦都可以即時報名的。大家呢都可以給一些掌聲，我們台前的這麼多重要嘉賓，包括我們的雷特女孩，給一些掌聲支持他們。亦都再次感謝我們香港雷特市政協會今天舉辦這個這麼有意義的慈善挑戰賽，希望舉辦完今次的挑戰賽之後，令到社會各界更加多人關注，可以放更加多的資源落在我們雷特女孩那裡，亦都預演今天的開幕儀式，透過這個氣球打破的一刻，亦都打破雷特女孩和社會之間的隔膜，亦都希望透過氣球的聲音代表雷特女孩的聲音，令到社會更加關注他們的需要。咁咧，大會攝影師舉手示意，係啦。咁一望下咧，舉手示意咗嘅攝影師先影一張留念先啊。咁所以咧，各位係啦，其他嘅手機咧可以先稍後一下，等今日大會嘅攝影師影張靚仔齊直、笑容滿面、充滿力量、充滿激情，就好似今日早上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嘅古比一樣，充滿激情同埋精神嘅合照。好，大會聖將預熱俾個心心，將啲愛咧送大俾我哋嘅女特女孩喎。好，現時咧到下一位攝影師啦。再次喺度感謝咁多位嘅重要嘉賓、贊助機構、支持機構同埋各位嘅來賓。一齊嚟到今日呢個雷特女孩二人三足慈善挑戰賽，為雷特女孩出一分力。希望咧透過今日嘅活動，嚟緊咧雷特女孩將為社會越嚟越多人關注，同埋得到越嚟越多嘅資源同埋支持。再次俾掌聲咁多位今日到場嘅來賓。好，有請咧咁多位嘅來賓咧，都可以回到台下啦。因為咧，代表住咧呢張合照嘅完結，亦都代表住今日早上嘅開幕儀式咧，亦都順利舉行咗噶咯喎。換句話講，即係我哋嘅獅子杯都會即將開始。咁所以咧，有請。